原來加拿大安省有好食嘅，有 Jim Ho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北約克嘅呢間 Shabu Shabu。今日嚟到小春日和呢度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而家現今有五折啊，包埋酒水任飲添啊！咁呢一度咧係任食嘅，咁佢有三個 level 啦，因為金色、銀色同埋 basic 咧就40几蚊一個人。銀色咧就80几蚊一個人，而金色咧就係260蚊一個人。但係咧喺11月31日之前嚟食咧，如果你俾現金咧有半價。咁金色同銀色分別咧就係金色咧就包埋嘢飲啦，同埋咧金色咧係日本和牛，銀色咧就只係美國和牛啫。呢個水果茶，冰凍，咁佢又唔係好甜喎，幾好喎，幾清新喎。西瓜汁啦，芒果汁啦，呢度啲嘢咧係任飲嘅。咁喺個湯底呢度咧有南瓜湯底啦，又辣辣地嘅，同埋呢個豚骨即係豬肉骨豬骨湯底啦。咁樣咧調味咧我就叫咗芝麻醬啦，同埋柚子醬。咁啊有温泉蛋啦，咧就 include 沙律啦。啊！呢、這個拼盤裏面啲嘢咧，帶子啊、蟹腳啊、oyster 啊，同埋鮑魚咧，全部都係任食嘅。幾精彩！幾大隻帶子、生蠔，幾大隻老虎蝦同蝦，任食正啊！嗱、啊，帶子咧係咁以綠下就得噶啦，唔可以過熟，如果唔係就唔好食噶啦。哇！你睇下隻帶子幾大隻，你比較下手指啦，哇，成寸厚啊！啊，鮑魚啊，多多益善啊！啲生蠔咧，我諗食咗第二打定第三打啦。你睇下個生蠔裏面溏心㗎，你睇下只蝦幾大隻。啊，啲蝦咧好細心啊，開埋邊咧，切埋條腸出嚟㗎，正。啲蝦咧好彈啊，好新鮮啊！嗱，呢盤和牛咧就是 A5 和牛嚟噶，任食啊！咧就是 A5 和牛嚟噶，都是任食噶。睇下幾肥，咁啊點下啲柚子汁啊！哇，好腍啊，好肥美啊！食完一盤又一盤喎，有羊肉啦，有牛柏葉啦，呢個係花枝丸同手打牛丸，豆腐啦、響鈴啦同埋福袋。話呢度咧啲菇類啊、蔬菜啊都好多㗎，種類好多嘅。炸雞啦，炸饅頭啦。仲有啲煉奶俾佢點嘅，嗰個係油條炸油條，即係炸油炸鬼啦。仲有鰻魚飯呢度，呢、這個甜品咧係榴蓮餡啊，榴蓮味道嘅餡喺裏邊噶。甜品有雪條餸噶，咁樣個飯後感咧就係唔平嘅呢度，但係啲嘢咧質素係有翻咁上下嘅。佢個帶子啦、個蝦啦、個鮑魚啦，同埋嗰個和牛咧都係好靚嘅，俾啲即係頂級嘅。high quality 嘅水準嘅食物俾我哋噶，雖然係任食，但叫到咧，譬如和牛咁叫到第五、第六盤咧，都係咁靚噶。咁啊，鮑魚啊、蠔啊嗰啲咧，都係一路咁叫咧，個水準都冇差到噶。咁啊，而家現金半價咧，130几蚊一個人，加埋個湯底10几蚊咧，咁我覺得咧個性價比咧係可以 OK 噶。咁如果你哋係食量係夠嘅，係絕對咧係值得嚟呢度一次噶，試一下。